确实是个不错的机会啊。我终于可以去大剧院表演了。那你得多练习啊，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如果我表演的好的话，他们还可以给我一个 offer。那我就会去俄罗斯表演。行，你去练吧，我听一会儿。你怎么停下来了？在干嘛？你干嘛？我记笔记啊。你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你再考虑一下。不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毕竟俄罗斯那么远，你做好充分的准备了吗？我知道你一直在努力。你放心吧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你这叫支持吗？我以前只能参加小孩参加的比赛，那我现在终于有一个机会了。然后你还否定我，我知道你一直在努力，那你觉得够吗？你问问你自己，你比得过他们吗？你认真的吗？不是，我也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总觉得人啊，还是应该现实一点比较好。我很现实了，我不会放弃这次机会。你要是不出支持的话，你就别来看我的演奏呀。我不是好了。你，Tori。我很想知道李小姐对我们学院是否感兴趣。我可以把你介绍给我们学院的俄罗斯教授，这样你就可以到我们学院来学习了。非常感谢您的邀请，但是我想……你可以考虑一下，你做决定了以后联系我。好，谢谢。你去俄罗斯吗？哪儿都不去。